姊妹平安，为你灵修学习主道，遵行主的旨意。下面引罗家福音23:34，当下耶稣讲：父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的，因不知影。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日甲伊的老朋友沙提亚伫雅典城内散步，忽然有一位青年出现，行到伊的身边，用棍仔拍了一下。沙提亚看见了，即刻转头要找迄个青年人算账，但是苏格拉底却阻止沙提亚，无要伊去报复。沙提亚觉得真奇怪，就讲：难道你惊伊吗？为什么人拍你，你拢无还手吗？苏格拉底讲：无，我绝毋是惊伊。老朋友，你糊涂啦！难道一只驴仔踢你一脚，你也要反倒转踢伊一脚吗？伊的朋友嘟嘟头，就无再讲虾米了。弟兄姊妹，别人伫言语上，还是行为上，互你伤害，你是毋是也会通超过过去呢？学习主所做的，饶恕伊，因为伊毋知影伊所做的。伫安静中，将最近一挂无愉快的遭遇，伫主的面前说明，默想中，拢一一地放伫主的身躯顶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曾经为阮受尽痛苦，钉伫十字架顶，但你却赦免害你的人，因为知影这一切拢是伫上帝计中。天父啊，求你帮助阮学习你的教导，甲主耶稣的榜样，饶恕遐得罪伤害阮的人，因为知影一切的代志，拢是你恩准的，为要考验甲试炼阮，互阮伫你的那边得到了安慰，信心搁较坚强。阮祈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